来哦，这出的名叫做假公济私，专程买那个芋泥，要去给那个七辣吃。哦，啊，没有通知的一样，有上来的先沟通一下。了不？哎，有一个人在地站啊！哦，赶紧出声，紧嘞！紧！哇，明仔日热出来呢。陈基成同学、弄师老娘同学、阿英娃同学、蔡嘉欣同学，还有啥？我昌哥同学、范同学、王宝儿同学、黄尚煌同学、金子强同学、朱同学、帅哥不帅同学、那个史努比同学、泰克胡同学，还有来林宏友同学、黄大祥同学、段家生同学，哎，这有通知哎哦，好来哦，好先得得得，我跟你讲，我那个眼睛找到了。就掉在他们七辣的店外面，然后我刚刚就是打电话去跟那个七辣说，白龙雪那个东西有没有掉在那边？他说没有哎、欸。啊不呀，料我了底下一想，可能刚在搬那个床垫去勾到这个东西掉在那个门口啊，我靠！哎，结果无老久那个七辣就打电话来，我了才把件找到啊。所以白龙雪被假公济私买了三杯芋泥要去跟。在那边跟七辣一直用餐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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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那有红牌声呢？黄牌，红牌声啦！白龙学院咧讲假公济私，见咧有觉得假公济私的说话，见咧我要听下见咧。跟咩吃东西？哦，来感谢天宇啊同学导念。就是要找准时间，知不知道？一直要，比如说卫生纸忘记拿，你也是想说啊，我先打电话给你，我卫生纸忘记拿了。哎呀、啊，哎仔哦，哎哦，这种迄个啥，把妹最怎么讲最拙劣的方法，往往就是最好的方法。我等下买啥，不会被底下坐盖底下坐一点吃，因为他开到十点，我跟他讲说十点之前到，啊，但是伊也唔知影讲。也唔知影讲我一杯芋泥杯啊，感谢你道。伊讲后来是那个客人进去捡到的啦，这感动诶。啊，因为为什么我会喜欢那个金鸡色那个眼镜，你唔知道？因为那个眼镜就是它白天有稍微有遮阳，淡淡的。啊，然后晚上你如果说真的风很大，你戴着的时候，你还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迄只目镜我也感觉，我较想要用。啊，佮主要白色的框框看较像疯狂假面。对不？白龙雪在搞作孽，哎呀、啊，这么大来入去个直播，就已经知影我要入去。来，我随给你安排，安尼啊。吼、哦，拄啊，刚生个丫鬟，拄啊对迄个游戏，迄个多人把眼睛给夹上，底下对，抓到的话就要抱抱，要亲亲，安尼、啊。较早的晚会拢规家拢生个，吼、哦，足好生，你唔知影？哎呀、啊，白龙雪直播越来越低级，你唔知？我就跟他说，他说、欸、你到底是直播卖什么，我没几嘴在讲干过呢。他就很好奇，后来我就跟他买了之后就让他看一下。啊，对啊，照导进嘛，有先去小睡一下，他说我满意。我超感动的。尤其是郭琪琪，我原本是说要载郭琪琪出来，顺便要来吃公鸡翅，啊，郭琪琪就没办法。郭琪琪算跟他母骗说要买鸡排，出来找来买鸡排。郭琪琪后来回来可能还要回去看这个妇女郎的话呢，我就知道郭琪琪要看哪一只呢。后来给卖完一组，你我就加提500块卖完一个，说你今天很辛苦的吼，在厝旁骗的吼，啊我500块给你，让你感谢你的辛苦。好，要是那走人安尼规全体贴起来，好谢谢。好，我就今日我就知道讲啊，做翁的出来开直播猛谈啦，嘿啊，较袂当向看了。吼，啊，我要出去，就是原来要去买芋圆，食讲吃不了迄个啥，原来要买有切辣椒，等于我才不会跪算盘。所以，我跟你讲，要对外抗战，内战一定要先平息之后，先攘内而攘外，安尼才好。白龙学《孙子兵法》学起来，无爱心按哪好势，才好到出去做快乐的，知无？你看白龙学巧。哎，别忘记，昨日今仔家己就骗囡仔，他
还买那个晚餐给他吃，我觉得蛮累的。然后就想给我爸可以找人啊，种欢喜的。女人能用钱打发算是很好的。你老公已经拿钱没有办法打发，我只想你陪我。我要收你的走袂去啊！真正诶，嘿，我足巧。来，我讲外面的小三小四最怕就怎样？我不要钱，我只要你陪我。你明明没在叫啊！你啊，这个打来了，这么急的，你赶快回来啊！你怎么赶快找一个？我要你陪我。那你也做白事啊！你也害不掉，知哦？家风还学起来，知哦？哦，偏要搞怎的？哦，啊，所以等下白龙雪就会当足快乐的滴啊！哦，下面吃了都要吃乌鱼。啊哈哈哈！这白龙雪会打刚毅，哈哈哈哈！快乐得不得了！我迄天含迄种，迄个啥，一个电话中加电房，要叫我买健康食品的，我嘛是甲讲，会先讲的哦。我是袂买伊，迄物件我还阁有咧。但是你也要开讲无要紧，伊讲啊怎么聊天？我讲你就把我当成是前男友这样聊。伊讲好啊，吼，真正咧开讲咧，迄阵曾老板在我伫边啊。啊，我就跟他讲的，亏的也是蛮舒服的啊。啊，我讲了嘛，刚好足舒服的。跟他大概聊了半个钟头，哇，快乐。会喜欢跟那个陌生女子来电跟你行销的那个，去那聊八卦的，先刷意见的。我看同学刚好这种嗜好啊。哦，这不知道到底咧起啥事，够久的。今夜袂为你过心存，魂搁点一支，烧酒搁赶来开。今夜是不醉不归。这条像唱的，你知影？迄较早单位唱的，我国中的时候他唱的。点点点着一支烟，真爽哦！袂歹，你拢第一了。那个可以间接你跟那个陌生人学习那个沟通的技巧啊，白龙学沟通技巧，我是跟他看每个 n， 看每个人啊。我只要是那个其他打来，就觉得说，哦，听到了刚刚足快乐诶。啊，我等下过来，甲迄两个店员甲调教，咪调戏哦，爱甲调教咧，调教会足开朗咧。因为那个床垫，我真的有研究蛮久的，因公司做诶，因咧嘛工厂直销，那个有独立桶的床垫。我是第一次看到的，啊！你去敌军遐单那个床垫，睡起来也没有那个好睡啊。啊，今天正式办完之后，就要到嘉义这边乱走了。我沿东嘛起来啊，开发奴性。白龙雪玩火日常哦，哎，袂歹哦。我人我甲讲，人白龙雪睡完都会负责，对啊，伊讲白龙雪睡过都会负责，对啊。好啦，乖，我甲真足快乐个，哎，我大概要开车啊，脚都袂麻呢，腰较袂酸啊呢，好赚到哦。等一下在嘉义市直播，看有没有那个妹还要露脸的，伊那两个妹。他们吃那个藕泥的话，我一杯的话，因为我血糖比较不稳定，我们刚刚搁吃淀粉的。另外那一杯如果没人吃，可能就是看路边有没有什么碎的吃了，就直接请他吃了。进来进来哦，开辣气哦，只有那个辣手的都还蛮谈得来，因为那个卖物件哦，较外向，你知道。啊，你若较甜的就较无算了，所以爱辣手要找那个会讲话的，干那多语言挑逗，到底八百啊！一路赶上去，那个红绿灯特别的多。来，阮冲哥讲安怎？你的意思是看到摩吉走力卡就会麻？无啦，我迄无一定，迄功能无同。我就长枪隔不来，然后你结婚之后，你还会看你老婆
打扫的照片，打扫的刷衣，可能少啦，真正足少的啦。嘛是拢有啦，你若看恁老婆的相片咧打扫的是啥，伊都含因同事合照哦。老婆伫遮，同事伫遮，啊你怎么眼神一看这边，伊眼神看这边，伊啊你怎啊怎么摸来看者，无来看你的相片啊，知哦？有没有这样子过的？所以一定看，然后咧打扫就是拢看迄啥摸含因同事，吼、哦。伊的相片在打扫，但是眼神都是会飘到旁边来了。我冲过，张家四军公白龙血都乱叫啊！哎呀，白龙血的算上好教一乖乖乖叫啊！来哦，我怎么等下迄两杯给伊了先，另外迄杯的先看谁搁要吃哦。我来当坐，哎、欸，坐大概吃那愈快乐哦，哦。但是坐了人，坐了吃人会惊袂使。因为想说那个东西有找到哦，啊，摕些物件去送伊，礼尚往来了，保持联络对。陌生的比较刺激，对嘛？那个去送烧。弄完全部是无使，就要送烧，偌刺激呢！洛洛嘉欣他刚刚刷衣啊，结果迄个啥黑洛洛伊同事甲伊咧翕相有哦，同事变是查甫的，结果嘉欣是看迄个查甫咧打扫，我都惊着了。来，我先切换过来这个跑道。哦，今日唔知塞车呢，再来加伊。一度安尼心情特别好，听我刚刚说这中年男子圣神圣话真可怜的，小夸的啥画面的刺激，都感觉咧规生活中燃起希望，你知道？真嗨呢！刚才买一下床垫呢，真尼啊开心，对吧？哦，蓝帕皮够上诶！哟，这车恁皮爱换哦。梁同学讲去买信冲水就对了。L O V N 同学说很好打发，因吼根本咱家中年人的对，因有小孩有车子啊，有些有房子啊，我现在无房子啊，生活上吼都跟他趁钱交房贷安尼尔啊，看 J K F 女郎，就大概就这些啦，没有什么特别娱乐活动啊，多白龙雪第一集来我讲宇轩。买三杯啦，我为着你，迄杯我卖食啦。你若要食，等下迄杯专工摕去送你啊。敢卖？卖无啦？啊，你接到你的成功，我是清白的哦。第二，无等下以后你有男朋友就我甲我害袂使哦。真个讲正经的哦。我原底想要加买几杯，啊，看家有同学要食，啊，但是因为食粉丝住嘉义的。好像也不多了，都剩即时跟播出来露脸的。哦，刚刚买那一家是民雄最有名的那个，好像一间什么牙医边啊，就那叫啥啥，或者什么烧啊、糟啊，什么糟鹅鱼啊、烧鹅鱼啊。啊，我想说，我无说谎啊，给你哦。宇轩敢食无？宇轩？那敢食？等下，我迄两杯请起来了，我拄啊开开了，下一站就去找你啦。今天买电子材料可能来不及了。他说在公园旁哦，哪一个公园？我怎么要去巴德路遐？嘉义公园啊，坐我也知。哪一个公园？真刺激呢！哈哈哈！哦，敢吃等你，你是在一个公园呐、啊？我跟你讲，如果说那边方便露营的话，顺便等一下要来录那个你的那个职业那个部分，我们把它录成一个访谈呐。看你哪方便的，为什么要录起来、啊？就是比较不会冷啊，比较安静的地方，哎呀、啊，因为伊的职业讲出来，恁绝对会惊到。哎，我怎么还不爱跟恁讲？因为我谈话性的节目，最近
没有时间去录，我爱注意者。月台公园是伫对我唔知呢，最近我嘛起来哦。啊，红灯青灯，红灯青灯，伴阮做工课。音乐歌声，音乐歌声，了解阮是唔得。迄个邓远强第一次跟上直播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大家庭的那个老狼会，你知道？无所不谈。你如果来跟播一次，你就会上瘾。你来，大家拢会当刷存在感，啊，拢来拢讲重点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标题说今天很难受，结果来对拢讲的干劲，讲的足快乐的，哎呀、啊，啊，现在专程要买东西去给那个切拉吃，这一出叫做，哎呀、啊，叫做这样子。你那个 Max 同学会上瘾呢、啊，真的。Max 同学现在人应该还是在国外哦。风先生那个职业很辛苦，但是也很梦幻的，可以体验到那个到世界各地去跑的感觉。吼，你公司唔知够欠人无？巴德路我想者哦，这两个其他我想要处理，然后再来处理第三只。但系直播提名压力，要让伊足惊哦。已经潜水很久，每一次要潜水看到白龙雪都要直播了。哎、欸，你还在潜水教练在潜水了，先注意，你还真的不用助力呢。哎、欸，领刚潜水，还用那手机防水在水底直播，哦，我一定超爽的，哦。哦，来啉一杯心情水的。迄、那个啥，昌哥讲嘉兴用500块打发，500块了了的啦。赞成那个嘉兴500块了了的，了了了了，500块了了的，好了了，这个赚就有啊啦，嘿啦，嘿啊。然后嘛是今仔500块了了，就出自由啊，对不？卖互人开嘴，咱主动了了的，知哦？啊，你也一届要了1500哦，你会当分做500块两届了。就等于甲大内两届，你知道？安尼 CP 值啊，悬了。那个，迄个啥幸福的感觉，开始残留较久。晚上吃什么时候都要吃三鸡饭面尔。所以我晚一点的话，可能要去吃个宵夜啊。啊，无同学要陪我去吃宵夜啊！啊，原底要叫郭琪琪，郭琪琪阁无法度。啊，因为雨轩是女生，我袂当单独还没出来。我回去怕会被那个扒皮不行，所以如果要出来，最好还再约个男生，安尼给他好了。我们要跟那个女粉保持适当的距离，要不然有一边起敲的话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乐莎，我小老鼠讲，哎，低调无老婆过起价啊，现在500可以打发。以后可能就要多一个零啦。不然，一般来讲，出来是有男女的粉丝做出来，安尼较好啦，哎呀，嘛是爱避嫌者啊。虽然是女粉一定是信用我的，但是白龙雪足惊向我都信用家己，所以我都爱为着我的荷包着想。哈哈哈！去吼，吼，别提辣手的哦，迄辣手的表情不知安怎哦，吼。我今天就跟他讲说，不要紧啦，老欠啥，我这个来给你直播得啊。结果想袂到水发生啊，有伊内底咧接客啦，内底有人客，过来，哦，大较头前咧。我会当安尼行过。哦，近哦，近哦！文晓啊，这基金碰起来啊！文晓啊，这基金碰起来啊！那个其他再看我了。
伊都已经咧看，已经开始咧惊诶款咧。迄车开始惊，拜龙雪，不要啦，拜龙雪。来，咱做刷工。呵呵，我讲你迄个我哪办呢？奇怪啦，不是你这大家道路？切换一下小画面好了。比你寒，哇！那唔知要食无？对啊，进来啦！欸，我搁买芋圆请恁啦，多谢你啊！真的真的，我即摆咧直播，我要来看七仔呢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嘿啊！好、哦、啊，我嘛行去倒。诶、欸，你母也是伫倒找着的？那是。哦，外口嘛。啊，唔好加载，无去用搞落，惊到呢。我买那个芋圆是那个民雄最好吃的。真的哦。对啊。好啊。真的啊。我搁咧直播，你要下班啊？你也是？伊要穿，伊要穿哪穿啊呢？内底寒哦，哦，你穿安尼，你像那特种部队的衫，我会惊呢。对啊，对啊，你讲对啊。在桌上。哦，好，我来杀一下啊。好来，我咧直播啦，哎呀，人讲要来看咩啊？好好再无破，你看，哎呀、欸啊，我这绿茶用偷啉无啊？唔知间接接吻无买啦吼？无啊，你无偷间接接吻，那我要杀炸哦。因为我那个绿茶今天放在中间，它会去卡到啊。对，安尼挂起来是不是比较帅？对，有那种李小龙的感觉。啊打！然后要关，我跟你讲哈，跟你讲哈，等一下我再开播，就是主题就是剩下一杯芋圆，不知道谁要吃。我看看那个啥 ，BOSS 王公找到眼镜的恩情，白龙学无以回报，只能以身相许。哈哈哈！我情况大嘴啦，北极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啊啊！这出来名字，哈哈哈！哈哈，加白痴哦！哦，收看白龙雪节目过来，弄个变笑笑，你不知？收看白龙雪节目过来变笑笑，刷一件呢？哎呀，我也没啊，请问有没有别人捡呢？那个就是今天，这个是让员外抓到，他说那个啥，白龙雪睡过会负责的，就这个啊，这个是。我们那个今天在抓不到，现在把它抓起来了，抓起来了，抓！哎呀、啊，好了，我来讲，等呢，我关掉，我会再开直播，会开那个这杯芋圆要到底谁会吃到？安尼，还有啥？那种，那什么宇轩，你也要吃，你给他讲一下，我去对我提金刚组合你吃，哎呀、啊，哦，大概啊约个大庭广众的地方比较好了啊，宇轩你知无？哦，了不了解？别塞哦。但我咧看这平条卖啉好啊，唔知真的到底我要喝还是怎样？哎呀，我被踹哦！哎、欸，那个趁热吃啊，那个真的很好吃。哎、啊欸啊，我是喝人，那个没有掺掉。哎、欸，对啊。我们也很怕。别惊，你忙着提豆条呢。我另外一杯要去做那个突击检查，就是在路上直播看哪个妹要吃，我要请她吃，我买三杯啊。哦哦哦。对啊，真的啦。哎、啊，排队要买得到呢。祝你成功！人偌济少女拢讲，白龙雪，我要吃拢无多呢。祝你把妹成功！对啊，快去吧，拜拜。好啦，再见，我们要关播啦。甲阮观众迄个啥打招呼，讲我们出来了，那你们呢？讲落去呢？大家拜拜。讲我们出来了，那你们呢？讲落，这关的通关密语啊。好，我们出来了，那你们呢？那你们呢？哦，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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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关播马上上啊！嘿嘿嘿，真嗨嘞，要不？